念你，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起初，杰弗逊的过分乐观还可以理解。1789年6月，路易十六似乎同意接受君主立宪制政体，将立法机关更名为国民议会。7月11日，拉法耶特向国民议会呈交了一份杰弗逊精心审阅过的人权宣言。接着，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长矛挑着头颅，满街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人头被吊在街灯上晃来荡去。对于那些希望探究其意义的人而言，大革命的未来已经书写在这些溅满血污的画面中。西蒙·沙马曾经评论道，从一开始，暴力就是大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种以为在1789年至1791年法国沉浸于某种自由欢乐气氛的观点，在竖起的断头台面前只能成为彻头彻尾的幻想。从高度主观的视角出发，杰弗逊宁愿描述法国局势充满希望的一面，而忽视其他。1789年8月3日，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简直不可想象比在巴黎所发生的风暴更巨大的动荡，我亦不相信在其他任何民族中如此巨大的动荡能够只造成这样一点小小的伤害。我每天都在经历这场动荡，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那些保民，以确认他们的目的。我可以向你宣布，显而易见，他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在整个事件中，我一直在宅邸中安睡，就像以往最平静的时刻。如果这个国家的这一切不能以美好结束，那我宁愿像伪先知那样被乱石所致。杰弗逊向玛利亚·科斯维讲述了一个关于处死贵族的小笑话，砍头变得如此盛行，以至于每个人早晨醒来都会看一下自己的头是否还在肩膀上。杰弗逊几乎不存疑义地相信，法国革命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可歌可泣的杰出续篇。我是个十分幸运的人，14年间经历两场如此前所未有的革命。就在那年秋天，杰弗逊启程离开法国的时候，成千上万贫苦绝望的妇女正在朝着巴黎西南边的凡尔赛宫聚集，决心要把皇室家庭逼回巴黎。许多美国人兴奋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在欧洲催生了一个遵循类似规律的继任者。1789年10月6日，汉密尔顿写信给已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统领的老朋友拉法耶特。在信中，汉密尔顿则提出了更具有预见性观点。这位新任财政部长此时正坐镇纽约，为公共信用的报告辛勤地工作着，但他对法国局势的洞察远比已在法国定居5年的杰弗逊来得深刻。对于在你的国家近期发生的事件，我喜忧参半。汉密尔顿以此为这封字斟句酌的信开了头。作为人类和自由的朋友，我为你们争取自由所付出的努力而欢欣，同时更担心这些尝试的最后结果。
以及我所尊敬的置身事中之人的命运。汉密尔顿知道拉法耶特会对他为何感觉到不祥之兆而迷惑不解，于是列举了四条理由。首先，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其次，法国人民热烈的性格；再次，贵族阶层对于自己所必须付出牺牲的抵制；而第四点理由可能是最突出的。我担心你们那些哲学政治家耽于空想，却在此时此刻具有极大影响力。还有那些纯理论的政治哲学家，只想着如何精致完美，而不考虑是否符合人类天性以及法国民族的构成。未来的国务卿正是这样一个忽略人类天性的纯理论的政治哲学家。此刻他正扬帆归来，即将对汉密尔顿发起进攻。汉密尔顿后来向一个政治同僚解释道，杰弗逊沉湎于法国的宗教、科学和政治哲学。杰弗逊从巴黎归来时正值动荡时刻，他的气质和立场都感染了法国人的狂热和激情。当对法国革命还记忆犹新的杰弗逊在纽约露面准备就职时，迎接他的将是一场最意想不到的震惊。1790年3月21日，杰弗逊迁入了位于处女港的住所，其生活条件远远超出了共和党人奉行的朴素的范畴。他从巴黎打包运来86箱昂贵的法国家具、瓷器、银器以及书籍、油画、版画，甚至还有288瓶法国美酒。为了慰藉自己对法国美食的渴望，他还把曾师从法国厨师、厨艺精湛的奴隶詹姆斯·赫明斯、萨利·赫明斯的弟弟带回了纽约。担任国务卿期间，杰弗逊仍保留着5名仆人、4匹马和一个从巴黎请来的管家。似乎与这种贵族做派相矛盾的是，杰弗逊对美国式的田园牧歌心怀异想。从他早一些时候在巴黎写给安吉丽卡的信上可以看出杰弗逊对美国生活的设想。夫人，实际上我知道没有比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可爱的地方了。有识之士都认为它是一个崭新的创造，我相信这些人，但令我信服的并不是他们的理由，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个经过改善的纲领之上的。欧洲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是一个粗加工的半成品，统治者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杰弗逊自己下榻在富丽堂皇的巴黎宅邸中，同时却又哀叹质朴的美国人沉醉于奢侈的生活。他对一名记者说，我认为虏获国民的穷奢极欲是比战争中的亲英派主义更加有害的罪恶。由于很长时间不在国内，现在杰弗逊急于评估美国的思想基础。在纽约，杰弗逊很快就认定在他远离故土期间，美国已经彻底腐化堕落，革命危在旦夕。他的结论是，在富裕的纽约人中间，推崇君主制胜于共和政府显然已成为流行观点。在各式晚宴间，许多商人的清音倾向以及他们妻子奢华的礼服与珠宝令他大吃一惊。这个城市带给他巨大的震撼，清音分子和贪婪的政府证券投机者无处不在，他们似乎都为汉密尔顿马首是瞻。1776年的英雄已经让道给1787年的权贵朝臣，后者的立场变得更为清音，汉密尔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于是杰弗逊指责英国的行事方式与制造业已经腐蚀了共和国的纯洁。汉密尔顿比杰弗逊小12岁，之前未与之谋面。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
汉密尔顿还是一个地位卑微的炮兵上尉，而汉密尔顿的闪耀崛起恰巧是在杰弗逊旅居海外的那几年。汉密尔顿可能从安吉丽卡·丘奇和詹姆斯·麦迪逊口中获知过关于杰弗逊的轶事，或许正是麦迪逊介绍两人认识的。对汉密尔顿和杰弗逊来说，他们不可能初次相见就形同水火。事实上，一开始两人的关系还算融洽。汉密尔顿和艾丽莎为这位新来的客人举办了欢迎晚宴。杰弗逊身着蓝色外套和深红色及膝短裤出席，他深情满怀地谈论起法国人民以及他们对消灭君主独裁的渴望。杰弗逊和艾丽莎也相当熟悉。六月间，他写信责怪安吉丽卡没有经常给他写信时，用开玩笑的语气叹息说：“我只能指望从汉密尔顿夫人那里探到关于你的消息。”新国务卿和财政部长都密切关注着对方。杰弗逊从未低估汉密尔顿的出众才华。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之后，杰弗逊宣称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政府原理的最佳诠释著作。他也不曾轻视汉密尔顿身上的美德。多年以后，当两位伟人之间史诗般的战争成为历史，杰弗逊指出，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具有敏锐理解力的非凡人物。他在一切私人事务中公正廉洁、诚实正直、可敬可佩，在社会上和蔼可亲、受人尊敬，在私生活中也适当地对德行予以尊重。然而他却被英国的模式所蛊惑和误导，彻头彻尾地坚信腐败贪污是一个国家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关于腐败，杰弗逊更多的是指通过荣誉、任命以及其他额外的职务津贴来造成对立法者执行力的不良影响，而并不一定是指赤裸裸的报酬。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核心信条是，腐败的英国内阁通过任免权和养老金贿赂议会，对殖民地居民横征暴敛，并剥夺他们古老的英国自由公民的身份。杰弗逊一直通过这面令人不安的透镜来审视汉密尔顿。杰弗逊抵达纽约时，麦迪逊已在是否区别对待债权人的投票中落败了。美国财政部长正在迅速推进他的债务融资计划。杰弗逊一定为回来的太晚而感到懊悔。他毫不怀疑，政府债券原始持有人应得的利润被那些以欺诈手段购得债券的投机商赚取了。从穷人和不明真相的人手中窃取巨款，使财富又集中到那些之前使他们深陷贫穷的人手中。杰弗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是有其哲学根源的。在他看来，政府越小越能维护自由，设立一个中央政府是有必要的，但他希望增强国会的权力，削弱行政部门的权力。最重要的是，杰弗逊希望保留各州主权，反对联邦干预。汉密尔顿则主张强化中央政府，削弱立法部门，壮大行政机关，限制各州权力。这些都与杰弗逊的观点背道而驰。杰弗逊担心债务融资计划会让那些因此致富的人成为汉密尔顿的忠诚追随者。后来他告诉华盛顿，汉密尔顿扶持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些人随时准备响应财政部长的示意与号召。他坚信国会议员正在参与政府证券的投资。即便是在我们政府诞生之初，有些成员已经充分暴露其肮脏的性格，他们为一己私利牺牲公务，关心个人利益胜于公共利益。杰弗逊也不相信汉密尔顿真的打算偿付政府债务。杰弗逊对华盛顿说，
我恨不得明天就能还清这些债务，而他则希望债务永远不被偿还，永远是用以腐化和控制立法机构的手段。这种无期限债务的指责全员不顾汉密尔顿的承诺，并把债务融资方案臆想成一种专权的手段。汉密尔顿和杰弗逊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并没有马上转化为公开的敌意。在共事内阁的初期，这两位旷世才俊多次私下交流，由此也让杰弗逊有机会收集汉密尔顿的言论，作为日后攻击他的武器。身为追求完美举止的尊贵绅士，杰弗逊总是回避争执和分歧。和尽享争辩之乐的汉密尔顿不同，杰弗逊痛恨争论，在袒露个人思想方面的戒备之心远胜于汉密尔顿。他的言辞总是逢迎不同场合，投听众所好，谈论一些听众希望听到的东西。他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鼓励其他人发言。杰弗逊深谙保持深不可测的缄默的好处，然而固执己见、率直的近乎鲁莽的汉密尔顿对这种缜密的风格一窍不通。约翰·亚当斯同一起与杰弗逊在大陆会议共事时的情景时说，我从没听到他连续说过三句话以上。还有一次，亚当斯把这个弗吉尼亚人称为阴影中的人，并比喻他的性格如同深不见底、无声无息的大河，而管不住自己舌头和笔的汉密尔顿，其自我袒露的习惯终将把自己置于高度自我控制的杰弗逊的刀俎之下。干死共产党！